天的系列是一日通告艺人。大家好，我是儿童节的蔡依林达里，今天要让大家参与我的生活，就是通告艺人的部分。今天我要去玩的游戏是，猜我在干嘛？参加的是打麻将，是一个新的节目，叫做挑战吧大神，希望我可以赢得奖金好吗？好了，我要走了。太活泼了吗？还好吧。太活泼了，我应该让大家看看我文静的一面。走吧，去录影啊，走啊，看被大家看到我凶神恶煞的一面。我们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好难哦。哇，哎，不是这吗？哦，我觉得华氏的化妆间好像有重新整修，你带大家逛一下。哦，骗通告费。你没有感受到我的无奈？什么无奈？我这一组的女小品之外，我一开始就知道她，后面我又知道另外一个叫做素人阿妈，听说她超是冬姐，哦，冬姐，听说她超，就是你知道排名很强之外，又就是很对呀，我这个不懂为什么会在这一组，死亡之组吗？对，死亡之组，我觉得大家是来吓她的，对，就是你知道少一个人，然后突然就找达令欧了。对，大概就这样，所以我决定今天的重点就是要画漂亮就好今天的一日通告艺人结束了，我有没有赢呢？大家自己看我们的节目播出好不好？我只能说，好玩的，我希望有机会可以再来。好像只能来一次，我刚确认过了，可以来第二次哦。那你可能要先练100年。欸，我刚刚架势超好，我是没在开玩笑，我也不是因为运气没有到，我真的觉得是运气。我打牌那个样子，儿童界派我出来，我怎么可能丢儿童界的脸呢？可是你刚才手在抖。那是因为他们刚一直吓我说，就是前面有人真的不会打，跑来，我是会打的啊！我昨天赢20块，哎，我昨天我也是通告，我先练习。你是不是打了8小时？嗯，打了3小时，赢20块。你真的投资报酬率很低？怎么会？赢就是赢，没有什么。好啦。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分享，还有留言给我哦。下次见，拜拜。